到林家花园了，林家园。来法嘛干。你好享受哦，你啊，啊，好悠哉哦。今天是106年8月22号星期二的早上。昨天晚上下了整晚的雨。这里是赤科山林家园。
风来啊，啊，这么大一个。今天是8月22号的早上，我们来到这个刺科山，现在要回程了，要到60时去了。这里是刺科山，金针花海。现在的时间是8:30，我们要到60时金针花园去了。
渐渐不返去。故乡的妈妈，恁看伊，如今他乡的路都这高飞，找头路无遐容易，有时感觉不自由。阮提出勇气搏一试，啊，谁人关心出卖的囡仔？等待我等较有钱，打拼事业搁较顺利，我绝对倒转去。池上大波池，今天是8月22号的早上，星期二的早上，我们来到池上的大波池了。哎，那边有龙船啊，有龙船。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是大波池，池上大波池的风景区啊，游乐区，风景非常优美啊。今天是106年8月22号星期二的早上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池上大波池。这水已经满起来了。之前没那么满，3月份来的时候水没那么满。这里是大波池的停车场，入口处的停车场。